闽南通天下，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准时伫拜六暗暝六点来收看阮闽南通节目。我是陈星。每一年报省大地圣诞，海村的一挂村庄拢会组织夜光歌来请大族在宫进行表演。这对因来讲是一件大代志，拢得提前半年准备，选出头家专门来组织。跑啊，乒乒乓乓，人挤到到。这是这个万应庙特别闹热，虔诚的人坐啊伫庙内，神圣的仪式正咧举行。万应庙内供奉着五财神赵公明，城里来人尊敬的该号做是韩丹爷。包括村民有啥物代志，也袂定注意。都会来求出邯郸爷的指示，更何况这一摆那是一项大代志。随着薄薄的清脆答对声，邯郸爷已经做出了家己的决定。万香超、颜伟敏、甲颜艺林三个人，方选出是这一年夜光阁业主进乡的理事会主会，将负责这一年进乡活动的组织工作。因予村民合作是头家。三月初九，夜光阁业主进乡，请大村逐年当中第一重要的一个节日。村民半年来的精心筹备，全部是为着这一日的到来。对严香超、甘伟斌、甘艺林来讲，当选头家是邯郸爷对因的眷顾。提起这项代志，我是带着开心甲得意的心情。为着办好这摆活动，因拢将全身心的投入入去。对家庭来讲，当选头家是一项欢喜代。颜艺林的老爸颜向华是一位非常热心的人，后生当选头家也将全力协助办好这摆活动。夜光阁到底是啥物？为什么夜光阁要做进乡的时阵，村民会遐尼啊投入？讲起夜光阁，搁着先对保生大地，也搁有请呾严氏讲起。请呾村地处厦门市海城区，就是古早时的海顶关，白瓦基山，南临九龙江一派口。这地是保生大地信仰的发源地，也是历史上真有名声的请大干事的家乡。请大干事牵涉做颜族，重视教育，开请大文化之先，创下海滨教授生徒，为颜氏家族的兴起奠定了牢固的文化基础。同时也为保生大地五土的信仰提供了适宜的土壤。在北宋先生的科举制度里面，请大干家迅速兴起。公元1115年到1241年，即
126年之间，敢若根据《海定官志》的记载，请打眼是克重进士，就有八人。另外一方面，吴涛高尚的医德、医风、高明的医术，在北宋时期已经予世人所重视，受到重视。不过为着所教，横棍扎一两个州，将保生大帝信仰发扬光大，才是请打眼事。虽然讲万人富贵，不过保生大帝信仰却是一个例外。随着元代建立，因为蒙古族的统治，科举制度受到忽视，科举起家的男士大受冲击，摇性转衰。不过保生大帝的信仰却在闽南的温润和安宁当中兴起更加旺了。听说牙缸是保生大帝吴涛非常重视的一味药引，第二年为了纪念保生大帝，海村的人在英国活动的基础上，将骨眉一节一节连接起来，擦做红色，形状那牙缸有东男东女坐在顶面，身穿彩衣，扮演王侯将相、才子佳人。当年举行牙缸国一座进香，以牙缸国为中心举办一场盛大的游行，对城里来步练12公里，到车搭租借当中，祭拜保生大帝加元氏神祖。作为元氏后人的商超、魏敏、叶林三人，一定会在今年的牙缸国的举办当中，遭遇到真正的挑战。这堪猜也是先人的一种考验。随着大家头家工作的开始，困难刷了来。12公里的进修路程，30节的牙缸国，全靠大个人手光肩胛行完。随着城里来年轻人外出打工，就算出钱也愈来愈歹请着人啊。这要怎较好呢？是闽南人优秀的本性，在城市化的冲击当中，传统的习俗也要不断的变换，也够适应。那今年头家决定要把牙缸粿加车轮，那这牙缸粿要走来装车轮呢？大家啊，心内都无谱。经过头家的商议，决定将这个重要任务交予白达村的王世良。王世良做铁艺加工已经有10多年了，对这摆家己接到的重任，有十足的信心。只是对价格，伊甲大个头家也存在着争议。这一日，大个头家约大家伫庙会见面，共同参详牙工局的制作费用。除了大个头家王世良以外，甲尾林楚文也参加了这摆会面。伊负责国平的土地以及古早的制作。好啦，好啦，同学，老家啊，你到哪里啊？叫你老公，我来叫你老公。啊，都来，都来，买点，买点四百哦。我来给侬，你给点，好，给点，给，我好给晒。你，你瞧，就交给我点，给几两点，给我点钱。哦，结果，开始中央承担担任工啊，有啦，办好路好做，啊，叫伊工资做得顺利。啊，你又给点钱啊？老弟，这个没给啊？经过一番争论，双方总算达成一个共识。不过，制作费用还是远远超过了大家头家的预期。当年进修活动开销应过10万，
活动需要的资金全部来自民间筹集。今年大家头家压力更加大。经费就开始2万多，去年听他们应该经费关前期的现金这一块应该有超过10多万。换家换鼎，钱了得足，大家头家搭上了拉赞助的行程。拉赞助并无想象中的遐尼啊顺利。社里附近真侪企业，并不是本地人所开的，对进行活动也无心思投入。一日的辛苦下来，大家头家的收获非常有限。虽然因有淡薄仔着急甲歇歇，毋过拉赞助任务才拄拄啊开始。对以后的进展，因表现非常乐观。小林啊，现金拿1000块给他。啊？你那边是几点啊？阿斌啊，我都回家了。上班没有？那个，我们这个有点小意思嘛，好不好？还在啊，咱都是搞那个机修啊，搞机修的，对。今年我们是一千块钱。啊，一个地方的风俗不一样哦。好。那，一个新历，就是大多小事哦，无所谓。对，跟我们谈比较小那个了。是，不要紧。社里来有一群古锥的小朋友，大家头家辛苦付出，将体现伫因的身躯顶。对亚刚国，因有着家己的想法。做亚刚国的囡仔，袂用个伤细，也袂用个伤大，一般是5、6岁年纪。颜家欣今年6岁，因爸爸帮伊伫头家迄地报名。
那是因为我们这个村大，好几千人，然后有15个组，然后一个组就报名是4个。那如果我们这个是再往一点就太大，然后就说今年给他报名，去年给他报名，他说他不想，然后今年给他报名，可去年还不懂得打扮，今年喜欢我。吵得要买个高跟鞋的之类的，很爱写跳舞，然后画画。颜如龙今年6岁，伊个家人也希望伊今年会当坐亚冈国。的话，如果是传统节日啊，也是那种那个丰收的意思啊，大家出来热闹。到时候的话，如果三月初九这一天的话，这小的话，他也要打扮一下。像有的打扮黄衣的男的话，打扮那个像皇上一样；如果你的话，就打扮像公主一样，这样特别的热闹。我不想打扮公主，我想打扮公主。那不行。对。真是，我来帮忙，真是。五岁颜钦，去年已经坐过一摆亚冈国了，今年伊还阁想要阁坐一摆。他太喜欢了，而且就那种感觉不一样，就比如他抬得比较高哦，然后看的东西啊，他觉得非常新鲜，而且很兴奋，非常高兴。因为在学校老师啊，因为这是一种文化嘛，海沧的一种文化嘛，也不是每个就是相对比较几个大村子才有的。然后老师呢，在他们班级有问过说啊，哪些小朋友做过蜈蚣格啊，然后几个手啊，然后小朋友他就觉得说有做过蜈蚣格，他觉得很兴奋，很高兴，很自豪啊，感觉好像说他自己有做过，别人没有体验过这种，他就觉得非常骄傲自豪的一件事情，做蜈蚣格，所以一回来又说他自己就明年一定还要再做一次这样的，而且毕竟也是一个文化习俗嘛，一年只有一次，然后好不容易就这么大，也就这一两年了，过了这个你也没有这个机会了，也是给他很好的记忆，一个经验嘛，因为也要他这个年龄段才能做蜈蚣格，太小了也不行，不安全。去年的是那种抬很高的那种哦，更不安全。听说今年是那种推的，应该会低一点。对安全问题。无人比正咧组装亚冈国主体细粮搁较张弛咯。跟囡仔的国病，啊，佮有囡仔坐位，拢由伊亲自安装。国平的板甲座位安装拢已经顺利完成，毋过这头家要滴的轮啊要怎解决？细良参考其他社里的做法，设计家己独创的解决方案。另外一方面，或者古早林楚文也开始无闲起来。林楚文逐年拢为各个社里的亚冈国古早，伊国的古早红啊，五花十色，甲正式的相款。我们把竹子哦，那个整个竹子就要破掉，哦，破成一半，才能板得住。是圆圆的不能板，不同嘛，就要盖那个盖子嘛。要盖子，那肯定要一点空间。小孩坐的，你肯定有一个空间才能坐。啊，一长一短，就是短的，才不能遮住那孩子，对吧？那长的是蛮要遮住孩子，那短的你肯定要留点空间，孩子坐上去。你滑草板的肯定要看孩子，绳子要剪掉，剪掉再然后再贴纸，才贴得住。绳子没有剪掉，贴纸贴不住。古纸对林楚文来讲，唔干呐是一门手艺。这门手艺是祖祖辈辈传落来的一笔宝贵的财富。我很小就做了，我
宝石是跟我老爸一起出来玩嘛，他16岁正式出道。以前就是小时候跟我老爸，我叔叔啊，一边看一边学一点的，就是到那个16岁才正式出来的。学院学的基本上是30左右，那现在下一代就很少了，30左右的岁才爱学这个，而且10几岁了，20几岁，哎，现在我的孙子还有带他起来学，在星期天呢、我给他带出来，哎，就从小就要喜欢学这个，以后长大才会高手，还要长大才会学不高手。随着制作的进行，亚刚哥的真实款体慢慢地看得出来。住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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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这里这里被控制。我那里差不多那里在啊，你个数。就是安尼被控制。对咯。安尼较袂落下。较袂落下，佫就咱这里在变红，变红，咱这层又变成无只活动。哦。伊就较无只活动，伊相对佫就讲伊较袂胶，因为咱这里有这层空调。嗯。伊拢安尼摆来摆去，但是咱唔爱上摆，就咱收较红，又变成较无咧空调摆。讲好了，这个。啊，那咱卤蛋好食。啊，你弯过哦，你迄头动，你迄头曲横，迄头撸过去，啊，你这头曲横，我这头撸，你这头，你迄头撸曲曲，你头撸曲曲，啊，那有弯过啊。好啊，我这我撸过就。要。哦，玩得好些了。我，伊安尼伊袂翻。在哪边？对啊，你这高，你360度，伊嘛只弯。好过来哦。对啊，啊，你到我弯撸过。细龙的想法真是会用的，大个头家非常欢喜。不过这轮仔的可靠性，有法拄会条考验未？平静的青达村，正有一股力量，温暖仔在凝聚。这力量有关信用，有关传承，来自祖先，佮更是来自村仔内底每一位村民。好，观众朋友，这期的闽南通节目到这就要跟大家讲再会了。如果您对闽南文化有甚感兴趣，或者是有甚物想法，想要来跟陈星交流的，拢会当人关注温暖部的微信号，也佮陈星的微博。明仔暗暝6点，请大家继续锁定闽南通夜间阁下集。观众朋友，再会喽。